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澳门的作曲填词人，乐队 Forget the G 的 keyboard 手，亦都是 Mark 的 member 阿 Flock。我平时喜欢弹琴、唱歌同埋即兴创作，同埋啲 friend 一起玩音乐。好多年前因为玩音乐识咗好多唔同类型嘅人，咁一次偶然嘅机会原来知道澳门有音乐版权管理嘅机构，就是 Mark 啦。咁每一个音乐创作人其实都希望自己嘅作品受到保护噶，因为曲同词咧是一首音乐作品的骨肉和灵魂来的。这几年因为疫情我们都没什么出去，反而我们有时间呢可以写下歌仔这样。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，支持澳门的原创音乐啦。我是音乐人，希望每一位音乐的使用者都可以得到共同的尊重和维护版权。